可以说安妮是外国艺人，标记要说台湾艺人美女安妮，我是台湾人，谢谢。现在是双重国籍。对，我现在俄罗斯跟台湾。谢谢你们哦，好开心哦。标记要说台湾艺人美女安妮，性感美女安妮，会跳舞的性感美女安妮，差不多，性感 sexy。 没有，因为我就在国外长大，所以我中文没有那么好，还是外人，还是台湾人，谢谢。好开心哦，来台湾13年，然后我经常跟大家说谢谢，因为没有你们的支持，我可能拿不到台湾护照。也想说谢谢台湾的政府，也特别想谢谢台湾的文化，因为他们特别给我推荐信，我才可以拿到台湾护照。使用过了吗？用过哦，我刚好第一次出国，一定要用台湾护照。我去泰国，然后用台湾护照，觉得好帅啊！然后一直很紧张啊，就是觉得他们会不会问我什么问题啊？完全没有，他们好像都知道了。他们就这样微笑看着我说：“他。”然后我回台湾的时候，他们还跟我说：“欢迎你回家。”我说：“哦，好感动哦！”就现在是双重国籍。对，我现在俄罗斯跟台湾。谢谢你们哦。好开心哦！所以之后是两本可以一起交替用。对呀，看要去哪里就可以用。但是我其实办台湾护照不是为了旅游，因为我用俄罗斯的护照也可以去旅游。我申请台湾的护照就是为了可以做一点公益啊，因为我想说，我想在文化部去那边上班，因为最近在做公益，然后到国外也做，然后发现其实做公益不简单啊。申请那里花很久。其实蛮快的，我觉得台湾真的很棒啊！我申请大概去年的夏天就申请好了，不到6个月就可以拿到。如果在俄罗斯办俄罗斯的护照，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嘛。那护照事务所要顺便结婚吗？顺便结婚？你要拿护照也顺便结婚太帅了吧！我只有这样漂亮的女孩不会这么早结婚，你知道吗？要好好选一个。现在选到了吧？选到要跟谁结婚吗？没啊，我还年轻啊，我觉得我还有2-3年再选啊，因为我真的觉得不急啊。他上次说的那个对象，不知道怎么说，也不算稳定，也不算不稳定嘛，还在想啊。如果我们站在一起，我们再开这样的记者会好不好？两个一起走啊，说好不好？你们这么捧我，我明年的计划怎么样？啊，你明年的计划要怎样？你们最想知道我的快结婚，对不对？我刚好现在在写新的歌，耶！因为我在想，我一年要出一首歌，就是创稿跟写条新的，还没找过，别期待一下好不好？不要这么失望啊！再等我一下下。我结婚，我们大家都一起庆祝，在我的父母里一起喝酒，好不好？好，会约我们哦。一定会的。